显得你好看一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会出一种层次感，这样的话就显得不那么胖，只是单穿一件 T 恤。就是你说我现在胖，我没说你现在胖，那你就不显得那么胖。我会把这段剪进去的。他在录吗？哎嘿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坚持一点好吗？哎嘿，各位观众，进哪里？进哪里？矜持一点，就不要笑。你是专业。哎嘿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钱宝宝。今天我买了1000块钱的彩票，然后准备和我的女朋友比赛。这里有49张10元的彩票，这里有几张不知道20元的。你在说什么？这里有20元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张的彩票。这里总共加起来是1000元，然后我准备和我的女朋友比赛。不是什么？不是你女朋友。再见，拜。挽留下。不。嗯。走。这里是10元的黄色彩票，10元的紫色彩票，10元的绿色彩票。粉色。但是唯独这张橙色只有一张，所以这张至关重要。我数出来的。石头剪纸。来吧。我赢了，我就要那个。嗯。你输了就不要。石头剪纸布。好，归我。呀，10元的已经分好了，然后我这里是25张，他那边是24张。呀，呀，二。在心里数不行吗？你又没东西可以数了。你影响到我。我影响到你什么了？你数，这样怪不好意思的。三。你能不能心里数？你打扰我到了。不行，一、二、三、我等你。五、六，你看着我数。七、二四，还有一张呢。你有24张。不是，你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你出剪刀，我出石头。我没有输。你脑子欺骗了你。二五怎么分？那你有14张啊，是吧？啊？哦，加起来15张。哎，这个我少了一张，你就这个给多一张给我。石头剪刀布。为什么？这我赢来的，我凭什么让你啊？公平啊。这不公平啊。为什么不公平？绝对的公平就不是公平啊。20、25、12，一个人12，一个人13。对，来石头剪刀布，你赢了，你才有13张。不是，你的大脑欺骗了你。等一下，来，石头要剪子，不，不，耶、yeah! ，不想了。二，三，我给这个13张给你，要吗？六，我给这个13张给你。三，我给这个13张给你，要吗？六，你要给我。八，九，十，11，12，13，好吧。还是说一下这彩票的规则吧。10元的就是这上面刮开，它会有数字，是多少数字你就是多少钱。这20元上面刮出来数字就是多少钱，但是你刮到有富贵两个字是可以获得50元的。两个富贵就是100元，三个富贵就是300元。开始吗？开始啊。开始。你能不能不要凑过来，煤气都吸走了。不对。哇，10块钱哎。10块钱能干什么？看到没有，10块钱！哎，又10块钱！哎，又10块钱！哎，又10块钱！这是不是特别运气？开了5张，亏了30，我还开心呢。你为什么要把垃圾都往我这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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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。哇，这是又10块钱，耶！又10块钱，耶！真的？20，又10块钱。干什么？真的？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到我身后散发的光芒吗？没有啊，后面是煤气。我
我又十块钱了，我现在都不激动了。说真的，十块，不要了。开玩笑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啊？因为你先评价的。不是，哎，是你分的耶。怎么我分的？你自己说，你是要黄颜色的狮子座。但是经理手摸过啊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碰他。是你叫我喷的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那么不相信我吗？你好像相信我一样。哇，三十！哇，三十元，六十块。哎，哎，十块。干嘛打我？十块。哎。开完它好了呀！哎呀，又十块！哎呀，又十块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又十块！哎，又十块！哇，你这是自己打晕的！哎，我不相信，你看一下。我不会让你看到的，你看镜头好吗？这里二十元，这里也二十元，四十元。蘑菇、小花、小甲虫、蒲公英，好像这个是不是只能出十块？皂粉到底是谁啊？鬼知道。我不想再看到他的名字了。皂粉到底是谁？我也十块钱了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炫耀，好吗？因为你没有资本炫，你比我少。我是低调。低调个鬼，你要比我多还不炫耀到天上去。你能哎，我们来换一张来看一下吧。啊，我要那个，这样给 我抽一张。为什么我给你呀、啊、我抽一张。那你的我也没有抽啊。你抽一张，不能抽那边，只能抽。你把那个放进去，不只能抽这边。那你可以这样子抽一张，你放进去，然后你打乱，然后给我看后面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你还相信你的运气啊？没开完，还有一边，你笑、啊。不用再关了，这边已经没了。没了，这边可能有五十呢。你看慢慢关，你看，准备了。你看有个钻石。看我的，看我的。你不要看，你转过去。为什么？你转过去。为什么？你转过去。露出我美丽的侧脸。对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你看到会发霉的。不要看。你才发霉，我是蘑菇吗？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那我看自己，我不看。十元。二十元。二十元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这不是这个的问题，是运气，你就是个飞球。哦，我真的那么倒霉哦。是的，难怪你遇上了我。那也是哦，再讲一讲。你这二十块？是啊，一张就二十了哟、哦。一张就二十了哟、哦。我一张四十。干嘛？你在装个屁呀、啊、你！你装，继续装。真的？多少？五十块呀！给观众看一下。你傻子，放大一下镜头。你是不是美妆博主当上瘾了？啊，五十，对，五十。20不是钱、啊、疯了，我跟五十哎，我还遇见什么神经病小鸟。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让你小鸟依人一点。我不够小鸟依人吗？是吧，你就差大鹏展翅了。两个赵粉能不能揍死这个姓赵的。哇，这桌子怎么没走，扫一扫。你
的扫一扫就是把灰尘往我这边移。你不很喜欢这种吗？啊，你不很喜欢这种感觉吗？堆一堆，你不是最喜欢的。我觉得赵小姐是一个好东西，因为每一张都有她，那证明她是一个投资人。他投资的，然后把自己名字印上去，是啊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，就恨他，他花钱让别人恨他。应该他就有这种倾向，就 M 是吗？啊，我都关完了，不要撒娇了吗？嗯，我都关完了，我都刮完了。好的，橙色的最后一张，至少我这里最后一张。20哎，橙色，给我力量，橙色给我力量，给我力量，给我力量，给我力量。Shut up！ 我 Shut up！ 10元，对，10元，20元，20元，20元，最后一张，100。给我一张，那你给最大面值。那我用10块钱给你买一张。不要。20。30，不要算。20，折个价。没有折价的。那微信转你。转多少？20。加两个零吗？30。30，微信转我。你给了那么多。为什么要给这个？那我们之后要算总数，你当我傻？好吧，30，停。啊？30。30，我现在40哦。你做题涨价，三十就30呢。不要30。嗯，30。哎，30。这样子吗？赵粉，赵小姐嗨。赵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他把和螳螂蘑菇放在一起。赵小姐喜欢。喜欢螳螂蘑菇。左子，左小姐又是谁啊？哦，小蜘蛛，来结算吧。啊、哦，不对呀、啊，我的呢？不对，我的呢？我怎么？我以为被你偷了。不要玩刀，视频上这教坏小孩子的。试一下厉不厉？你教坏小孩子的。小孩子不能玩刀，你不能虚报、啊、我待会要检查一遍的、刚刚我数了一下，我这里总共有280元。不是250吗？280。30、40、40、60。哦，加死你啊！算了，没有啊。这个没有，你要来干什么？你刚刚给我没有给你。你刚刚给我的。我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你还放进去，六十。50。好吧，200。你多少？我280。而且你那边还有我的30。但是你给我就是我的。如果没给你，那你就200都上不了。我有一张50，但是你。耶、yeah! ！那么这里总共加起来是多少？刚刚数多少？多少？210，不对，我是280。我是200，480。480。480。然后呢？我赢了。你赢了。我赢了，这些钱都我的呀。但是你花了1000块，你亏了。500多，那你没有很开心？没有很开心啊？那你干嘛那么开心，那么执着？那还不如给我，那一下子没有1000好过，你觉得没有500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呢？我就算失去了500，我不想失去1000啊。那么这里有480元，这480元我准备去。买东西吃，然后去吃个饭，你吃屁，然后去买点东西给我，你吃屁，然后赔一个眼影盘给我，就差不多。你吃屁！哎，我这果然我这边也比较好看，有没有？
我会剪进去。怪不得你总是看我这边。我只能看这边啊。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。总的来说呢，买彩票你肯定是十有九输，一定是赔钱的。没有十有九输了，就十有十输。你看。那一堆东西。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了，我是钱毛，记得关注我的微博是钱毛本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你那么老实的吗？不打广告？不打，大家喜欢我就喜欢我吧，不喜欢就拜拜。